好，现在要来唱毕业歌。不啊，又要唱那个泡泡气球岛。对呀，到底为什么老师会选这首？其实我料到你们不会想唱这首了。来，我们欢迎六年一班的 Jesse Alvarez 还有他的乐队。啊，有。哎，这是谁啊？不知道，他好像以前是合唱团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esse the Lyricist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是《今天是最后一天》。那什么歌啊？对呀，没听过。这首歌是我写的。真的假的？才六年级而已。绝对胡了。明天是最后一天，我想来跟你道个别，让我为你的思念泪。你爱上风由我来背，我宁愿我想再见，看不见你的离别。我希望在走之前再多看你一眼。我说再见，我的思念是否能传到你那边？我十分迷恋。你那美丽的双眼，这次说再见是否遥远？人生能否再也不美？我的心破碎，却没有人能够与我相对。哇，比想象中好听耶！这真的是他写的吗？写得好有诗意。校园歌王。谢谢大家的称赞。其实我觉得我写的很一般。其实这首歌我原本只要送给一个人，但校长要我弄出一首毕业歌，我也懒得再写，所以就拿这首歌出来唱。只要是跟我很好的朋友，绝对知道我要送给谁。JTS，你其实写的不错啊。哪里哪里。你已经变成班上的歌王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来看看，如果大家觉得不好听的结果怎么样？怎么这么难听啊？果然只有六年级的水准，写的真烂。早知道唱泡泡气球岛。啧啧啧，早知道不要上台唱了。没事了，这次你写的不错啊。哎，还是朋友最好，谢罗。哎，那个音痴在干嘛？还不快滚回座位！